们看到刚才看到的那个恶魔的那个标志啊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啊，塔斯马尼亚恶魔，你看，哎，对，有点找不到呢。这个标志呢，哎，怎么黑掉了？拍不到的吗？拍不到，我把手机屏幕调亮一点，就拍。然后看，哎，就是这个啊，这个标志的，这很可怕，对不对？然后实物就是长这样的，萌萌哒，是吧？嗯。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塔斯马尼亚恶魔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啊，不是博物馆，它是应该是个野生动物园，就这样。就是你买票进去之后，有一个2.5公里的一条路，你可以走着绕一圈，然后可路上你有可能看见它。这个东西没多大啊，其实看我也看过这个，它里边有摆展品，大概就是人小手臂那么长那么一段一个小生物啊。但是怎么说呢，它门票实在太贵了，门票要35啊，就是你进去不一定百分百看得到。如果你要百分百看得到，就是有讲解的那种呢，是99一张票，就是500块钱人民币啊，去看一个这个小动物啊，我觉得这个价格有点承受不来啊，所以放弃了。嗯，那么看一下这个可爱的照片吧。嗯，那么欢迎关注微博，搜索"未知小白"与我互动，拜拜。